年不结的，为啥今天大扫除啊？钱顺风下的指示，让我们全家总动员，给未来的孩子创造一个清洁卫生的环境。别将来那孩子一下生，一看咱家这屋里片片的，发出一声赞叹：哇，我怎么出生在猪窝里？爸，这太夸张了吧，咱家有那么脏吗？再说了，是他媳妇生孩子，凭什么他不干活啊？哎呀，你二姐夫干的都是大事儿，你在这不是研究大买卖呢？啥大买卖呀？哼！太阳出来公鸡叫。哦，师傅。哦，困死了，师傅。哎，起来了。啊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你说，你刚才做梦是不是梦见正在做家禽的买卖？别打岔，干活呢，让你这还是什么什么做梦不做梦呢？大姐，嗯，你这打扫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干净。怎么这么多灰啊？哪有？哎，大姐问你干啥呢？擦灰呢。可真行，你这两口子，一个葫芦灰，一个擦灰，你两口子流水线呢。刚子，轻点轻点啊。啊，哎，小米粒，嗯，哎，你是看手机呀、啊、还是擦地啊？没看见，我这不是擦地呢吗？但是，哎呦妈呀，这是你擦的地啊，这么脏呢？那地嘛还能擦多干净，还能擦得跟桌面一样啊。哎，给我犟嘴是不是？你脸怎么每天洗这么干净呢？那地怎么擦不干净啊？那脸跟地能一样吗？你擦地，快点的。爸爸。哎，沈总。哎呀，重检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冰箱整挺干净啊。啊，谢谢表扬。我是表扬你啊。爸呀，这冰箱不能那么干净。哎，你得把我爱吃的猪头肉啊，爱喝的啤酒啊，得给它怼满喽。啊，别往里怼那玩意儿，得拿钱怼。爸，这个月我经济上有点紧张，你给它怼满啊。这个地方我就有一点没懂。哎、你说，你看吧，全家都干活啊，你干点啥好呢？我那个鸡啊，蛋还没下完呢。啊，我得赶紧去做梦去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大姐，快点干活，快点，大姐夫，要不然我给你挖个坑给你埋了。头一回听说公鸡还能下蛋呢。爸，你快看他呀，他自己不干活，净指着我们干活。干点活累不着啊。刚子，电话，你帮我接一下。哎，喂。啊，胜利呀、啊，我是你大嫂啊，我挺好的，啊，找刚子，来来来，给我，你等会儿，快点快点，哎，胜利电话，啊、胜利，我听出来了，喂，胜利呀、啊，啊，怎么的？啊？哦？啊？哦？啊？哦？哎，大姐，谁给我大姐夫打电话？大姐夫啊哦啊哦，你看你欠欠那样啊，是他战友，人家是大老板，哎呦，买卖做的老大了。那么大老板还跟他有联系啊？他俩关系可好了，当兵的时候，刚子是他班长，这叫战友，战友亲如兄弟。你看啊，他接完电话还能唱两句呢。啊，行，好的，好嘞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。领导我们要换在一起。刚子，刚子下来来啊，下来，我问问你来啊，这个胜利给你打电话，啥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？好事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战友啊，到咱们这儿来发展来了。是啊，啊，哎，就咱们小区刚开发那个楼盘，正在动工那个，这就是他的。山小区对过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楼盘老大了。是，我去看过，那买卖是他的。他的？那他可是个大老板。那当然了。嗯，多大个老板呢？对，我科学的给你解释一下吧。比方说这个老板是卖大炒勺的，你二姐夫卖的就是挖耳勺。差距也太大了。哎，大姐夫啊，那么大个老板他请你吃饭呢？啊，哎呦，他俩可是生死之交，你大姐夫曾经救过他的命。是是吗？嗨，情况是这样的。当初啊，他刚来当兵，我是他班长。我们就带着他呀进行这个手榴弹训练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注意啊，侧身明白不，拉弦45度扔出去，完了投的越远越好。他就来了，他说班长我来，他也侧身拉弦45度扔出去，完了跟我说，班长你看我投的多远，手榴弹已经看不见了。我说你往下边看，他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当时我啪
就扑上去了。哎，但是那个手榴弹响不响啊？嗨，训练弹响不了，都假的，你扑他干啥呀？哎，爸，训练得当实战来，万一他是个真手榴弹，我就得去救他，我得完成这个动作。明白了。但是他后来老跟我说，他说班长，他说我想进啊，如果要是有一天真是那个真手榴弹，你也会这么救我，所以你救了我一条命。所以他老跟我说我俩是生死兄弟。这就叫战友情啊。是。哎，等等啊，啥时候把胜利请家来，我给做点好吃的呗。不用，他说了今天晚上请咱全家吃饭，是大餐啊。爸，你得去啊。也得他请，给我一定去。必须去。哎呀，这不吃大餐吗？那赶紧干活吧。赶紧干，干完好吃饭。干活。干什么干呢？我看咱家这些活后天都干不完。我干了。凭什么他不干活啊？哎呀，人家不是要当爸爸了吗？钱世峰就好吃懒做这毛病真得改改。是是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他不干，今天我也不干了。哎呀，小米粒儿，谁能整得了他呀？钱顺峰在咱家那就是爹。他是爹，我是啥呀？我怎么我在俺家就剩这么一个名额了，他还跟我争啊？我跟你说，这钱顺峰最近惯的真有点不像话了。我告诉你，刚子，他这毛病真得给他改一改。你等哪天呢？我好好治治他。哎呀，爸爸，不就这点活吗？再说了，谁能惹得起他呀？我。你说啥？我能惹得起。大姐呢？啊？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到现在还在二姐夫挖那坑里埋着呢。你要出土啊？你要飞蛾扑火呀？对。我要凤凰涅槃，我要浴火重生。哎呀，刚子，你不怕呀？不怕，怕啥呀？手榴弹我都不怕，我能拍一个挖耳勺。我跟你说，爸，你信不信？嗯，今天我就让顺风把这活全干了，他一个人干。不可能！这样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嗯，一会儿你们全力配合我，明白不？好，散开。好，散开。好，顺风。顺风，哎，来，顺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呦，大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回可是叫的太及时了，我那个鸡全下来都是双黄的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，太好，你辛苦了。来来，怎么的，顺风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有战友给我来了个电话。哎呀，不就当了几年兵吗？哎呀，有几个战友老给你打电话，干啥呀？今天呀是胜利给我打的电话。哎呦，胜利，叫胜利的人多了。张胜利、孙胜利、刘胜利，还能是咱小区那刘胜利董事长啊？啊，就是他。刘胜利董事长给你打电话？是，他是你的战友。我战友。他要是你的战友，那马云就是我舅舅。是不是？你见没见过刘胜利啊？我见过，老远的见过。这不这两天一直跟他联系，跟我见面呢吗？他不理我。行，来，顺哥，我这手机里边有照片，来你看看。我看，第二排。从左边数第二个是谁？哎呦，刘董事长，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对，哎，这不也有你吗？你怎么坐中间呢？我当然坐中间了，我是他班长。真是战友啊！当然了、哎，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？他给我打电话呀！啊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请我让我去他们公司去当这个总监。啊，街坊邻居还鼓掌呢，还你信呢？怎么的？他总监，他会煎啥呀？哎、会煎双黄蛋，他会煎。哎，顺风，你还别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胜利这个关系你是不知道的。你俩关系再好，人家也不能让你去当总监，这谁信呢？爸，哎，真的，来，你过来。还什么呢？解释一下我跟胜利的关系。我跟你说，顺风啊，那个刘总啊，不光是他的战友，那是。他们俩还有生死之交啊！生死之交，怎么呢？你大姐夫救过那刘总的命，对，是吗？大米啊，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救他？怎么的？就有一次吧，那个刚子呀、带着那个胜利啊练那个撇手榴弹，结果我这个胜利呀、他一紧张，嗖，啪，手榴弹落脚底下了，你大姐呼下就扑上去了。妈呀，那手榴弹怎么样啊？到，你炸了呗。大姐夫，哎，怎么的？你哪个零件是假的呀？我哪个都不是，我什么摸什么，我全是真的。我是扑到胜利身上，我又不是扑手榴弹身上。我扑手榴弹身上，我倒霉了。大姐夫，你太勇敢了，我佩服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是生死之交，你救过他的命，你信不信吧？我信。他请我当总监，你信不信？他请你当副总，我都信。顺风啊，但是我现在可能考虑我去不了。为什么不去啊？你帮我分析一下啊！你说我是去他那儿当总监呢，我还是在家给你煎双黄蛋？煎
什么双黄蛋，那是我做的一个梦。你得去总监，你当总监对我有好处啊。行了，我明白了啊，顺风。他今天晚上请我吃饭，哎呀，但是我现在就考虑我可能没有时间去。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家里边大扫除啊，我走了没法干呢。我的妈呀，这点活让他们干吗？不行不行。怎么了？胜利说了咱们家人都得去，爸在公司里边也有很重要的位置。爸什么位置？爸你干什么？这个刘总跟我谈过哦，这个考虑我这个年事已高哦，就不能给我压太重的担子哦，主要让我负责一下安保。对，他们这个社区呢总共有9个门哦，他任命我当9门提督啊。对，我是私人助理。对，就是我秘书。哦对，这是应该有个助理。嗯，那让小米那儿干，小米那儿干活、啊、我才不干呢，我现在开始不跟着你了，我跟着我大姐夫。大姐夫够意思啊，仗义啊，全家都安排了。是，我也是你的家人呢、啊、就是你不好安排，你得把我安排。不是，因为你是做大买卖的人，实在不好安排。我那算什么大买卖啊？刘总如果是炒勺的话，我就是个挖耳勺。那个顺风 啊，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挖耳勺，挖耳勺不好安排呀、啊、行，你不用安排我了啊，你把他们都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。好，回头你们公司的生意全都跟我合作，咱们一样。哎，好的，好，但是我们可能去不了。是，怎么又去不了啊？不是，都走了，家里边这活谁干呢？老强调这些活算什么呀？啊，那谁干呢？我干。好，好，对吧？这活可累呀、啊。累什么呀？不就这点活吗？谁还干不了？咱们呀，干起来，顺风。坐下。好的，都坐下。好，来，爸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不就是干活吗？先拖地。哎呀，拖地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的？这地怎么擦的都是灰呀？行了，这又不是餐桌。你脸怎么洗那么干净？地擦这么脏啊？好好擦。哎，这是我的台词。师傅啊，哎，去看看那个冰箱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爸，冰箱你不是都已经收拾干净了吗？什么东西都可以干净，唯独冰箱不能干净。啊？你得弄点啤酒、猪蹄啥怼进去。我明白了，这也是我的台词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就给它怼满了。好，啊、你坐下。哎，下边干什么？顺风啊，哎，这个上边得擦一擦。我来擦，这灯泡啊、灰呀什么的擦干净。总监，你请坐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看我的。哎呀，不就是擦个这个吗？哎呀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哎呀，这太简单。哎，爸，来，瞅我二姐夫多没正形，干个活还得嘚瑟上。触电了吗？大妈呀，哎，电了！哎，怎么的？顺风，来，顺风，这咋回事？没事吧，顺风？咋咋回事？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！坐下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快坐下。顺风啊，顺风，顺风，哎，顺风，顺风，怎么样？好点没？顺风啊，好多了。顺风，好多了。顺风，好多了。那个，你大姐夫逗你玩呢。啊，那胜利没让刚子去当什么总监。对对对，那大姐夫跟你开玩笑。他逗你呢。他就是请我们吃个饭，他没让我当总监。对，大姐夫跟你开个玩笑。哎，对。赵刚子，逗我玩呢。过来吧。赵刚子，你行。在这个家里只有我给你挖坑，你今天给我挖了一个坑。待着，好家伙，敢给我挖坑。喂，谁呀？啊，哦，你是刘总的秘书。哎，张秘书你好，怎么的，有事吗？刘总要见我。哦，哎，你转告一下刘总，我不是外人呐。哎，他不有个战友叫赵刚的吗？你看你也知道吧，我是他连桥，我们俩字条。不是，你这样，他就在我身边呢，你们通个电话好吧？大姐夫接个电话。哎，大姐夫，小心坑。咋的了？不是，这咋的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，顺风啊，接个电话。这坑说挖就挖呀，我可不过去，我绝不出这个地方。我跟你说，顺风，我明白，我现在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全是坑。你看你，哎呀，
张秘书，我不接，我不接，我不接，真的，你给我挖坑了，我不接，你听听。喂，谁呀？对不对？喂，是张秘书吗？对，证明一下咱俩的关系。哎呀妈，还真是小张啊！对对对，啊对对对，胜利晚上请我吃饭，啊什么？你问一下钱顺风跟我是不是连桥啊？没错。电话挂了，你说给谁听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不，他没听见，没事，顺风，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去吃饭吗？啊，我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详细说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大姐夫，哎，谢谢啊，啊，咱是一家人，你记着啊，精神合作，啊，是是是。再说了，你跟他吃饭的时候，你就给他提出来啊，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说我给你当副总吧，没什么，他一定答应。顺风啊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啊，我不愿意这样。怎么？我跟你说，这人呐，得有点自知之明。对，人能干啥就干点啥，对不对？人不能太贪婪。你说我跟胜利这种感情，我跟他提出来了，他可能会答应。嗯，但是这样做的话，我觉着不对，是不是？他那有人才，我去了把人顶了，这不走后门吗？没错，这不是拉关系吗？还有，你看顺风，我现在在小区里边，我干这物业，对吧？我挺好的，街坊邻居挺支持我的，离家又近。我挺满足的，人呐得有点感恩之心。我明白了，大姐夫，这叫知足常乐。哎，是，顺风啊，哎，咱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，你也去。但是我提个建议，家里边的活咱大家一起，行不行？行，咱大伙儿一块儿干。好。哎呀，来干起来！我跟你说，那个，哎呀，张哥，哎，我发现点事儿。你说，以往钱顺风给你挖坑的时候吧，啊，他用的都是铁锹。是。你用的是挖掘机呀？对，那个爸，我是这样，我轻易不挖坑，我一挖挖一片，知道吧？挖掘机哪家强？请到社区找赵刚。